送给大家不是好的作业，今天可以收一下作业，对吧？收一收，我觉得可能让我就咨询一下，是不是给了你们公屏以后，我在群里头看到好多同学还是很热心的，啊，都去撤了吗？撤了请放回啊，好玩吗？不好玩，你们撤的过程中肯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的声音好像有点变了，是吧？喂，好像不行，你怎么把人家要说我？说一下，是这样，能听见吗？能听见吗？这个声音有点怪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？做个调查得了，咱们就算收了作业了哈。撤了不同的光源的同学，去个什么看？比如说是 LED 灯啊，手机啊，测手机的有吗？手机的有吗？手机的多，那个 LED 灯就是护眼灯的有吗？护眼灯有，我觉得同学们都挺好的。你们肯定，然后有测阳光的吗？日光灯的。去测试或者各种目标的都行，我就认为大家都做了，因为我感觉到大家的热情都很高涨。但是接下去又会有个相同的作业，就不是测光源了，而是去测各种目标的反射率。你们现在还不知道反射率，但你们可以先查资料，什么是反射率？你们先查，相当预习，然后你们呢去测一下反射率，好吧？这是第二个作业，就是第二个作业啊。关于光谱仪的，反正光谱仪在里面，这样就测反射率。反射率，这概念我们课上还没有正式讲过，但有的同学应该知道。你们呢，就先去查什么是反射率，再去查怎么测反射率，然后你们自己测一下反射率。课堂上还是要讲，但是
这个，我在想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我请一个同学上来给我做个演示，就是啊，给一个光谱，我们就讲光谱，啊，给一个恩威尔的光谱库，然后插它的这个光谱曲线，还有同学在做个演示，其他同学可以跟着看，跟着操作这一点，那同学操作一下。是吧？你们看到啊，就是这是反射令，植物的光谱，尤其这里的光谱特别多，植物的这是反射令嘛，因为反射令是比较本真的东西。那个这是667，我们说过，和红绿蓝的那个光谱呢是400、600、670，对吧？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地方是红的，对吧？270多，对吧？看见了吗？你们觉？
个就是这件套是550，550是绿色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是450，看见了吗？是蓝色，也就是说在可见光这个范围内，紫外的光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，就是它的红光和蓝光都被吸收的差不多没了，对不对？只有绿光也吸收的没了，只不过它吸收的少了点，所以紫外才会变成绿色。那么如果我们从空中去看，那么紫外其实是相对于黑的，对吧？这个我让你们关注过，就是三的远近，越近的山越绿，越远的山越黑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们从平时观察过，是吧？你们平时看景色或者画画做写生的时候，这个山挺绿，那你们想过没有？为什么那远处是黑的，近处是绿的？你们就没想过了吧？对不对？其实跟这光谱是有关系的，是因为我近处的时候，我眼睛拉伸了以后，红蓝没有，绿相对亮一点，所以说是绿色。遇到远处呢，因为周围的目标多了以后，眼睛是很根据周围目标拉伸的。周围目标拉伸的时候，把这个绿的就拉到很暗了，所以看起来就黑了，理解了吧？因为比如说我以中间，然后呢，越到远处，它其实消光越强，所以说你最后就是绿也慢慢的就明白了，这就黑了。但是你们到了这以后，你就会发现，紫外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在大概在723以后，723以后，它突然砰一下升起来亮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头我说砰的亮起来了，这里头是两个问题在里头，而且我们这两个问题以前在我给你们看的图片啊、写下来的都是出现的，不然你们会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吗？砰亮，然后在这1.4和1.9这两个地方砰一下来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那么我再来看你们其他的几个，这里头有。这是一种树，对吧？这后，然后这有个单丛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单丛。哎，单丛就是这个样子。这里看单丛还是那个单丛，好奇怪哦，对吧？就变了。你们想想，单丛是黄色的，对吧？在这里是黄色的也体现出来，在可见光这个区域，它是黄和红色比较多一点，蓝色的是不吸收的，对吧？但是这里头没有那些颜色的东西，不是呢？黄色的这两个色带也相对弱一些，对吧？这里看其他的，我就把所有的紫外都拉一遍了，全部看一下，把所有的紫外都拉出来了。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其实这些紫外的光谱的特征，对不对？基本上都差不多。虽然这个强度量就是亮度差别很大，从40%这样，40%，亮度差了一倍，但是呢，其他是不是差不多？对不对？干的就是这种样子，不干的就是这样子，而且你们看到它这个地方的形态位置都673，对吧？这不管它怎么样都673的，不管这样子都是1390。怎么样都是2000-2900多，最多是，对吧？这个是的。那么，所以说紫外的光谱其实是很特殊的，你要记住，啊。那么你们这次的作业里头不就是目标吗？反射率吗？你们可以测测紫外，或者也可以测测水，你自己选择啊。不会白测的，测的肯定好。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会是非常亮？有同学能告诉我们？就是在这个就近红外区很亮，有同学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？这个马上一看到的光谱就在想为什么，要不然你就不是高光谱专家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课有点时间紧张，我那就不多等你们，就讲下去了。回去这个为什么你们自己在脑子里多想想？原因就是，其实我们那个植被呢，像可以想象原来就是无纤维纤维素，还有这个无纤维的，对不
现在是光谱的，OK，没有电脑的同学，做人为的。
们就讲了光谱了，跟光谱有关的概念也讲了，跟爱有关的强度量，包括亮度、亮度、照度、通量，对吧？还有光谱、亮度、光谱、照度、光谱，这个上次课讲过，我们下不要认为没讲过啊，两天前、三天之前。那么在讲高光谱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个概念没讲，就是遥感。遥感的话就是显示感，这个大家知道，遥感。对遥感来说呢，是遥远的感知，对不对？那么遥远的感知的话，咱们遥远感知的东西多了，对不对？甚至我说谱有很多种谱，遥感呢有很多种感，对不对？当然有很多种遥感。我们平时我们举个例子，人身上我们能够用眼睛感知所接触的东西，是遥感，也有遥远的感知，对吧？所以眼睛呢就不是遥感。然后耳朵。声音，对吧？而且我们能知道别人方向，也能辨别发声器的大小，对不对？那么耳朵是不是也是感知？那么耳朵是用震动传感器，对不对？相当于是跟地震是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耳朵是个震动传感器。然后我们还有一种，就是当我们头火在那靠近火的时候，皮肤会感觉到热，对不对？烫。那么这个皮肤会接受热的传感，对不对？所以皮肤是一种热传感器。不一定是热敏的，但是它也是热传感器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传感器吗？这还有什么遥远感知的？有吗？有啊，怎么没有啊？比如说，我们很多人脑子里幻想我们自己能够穿过墙，能够穿墙而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多人认为心跳的东西，好多人认为有个第六感官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那么这种感觉是有的。实际上呢，穿墙的东西是有的，就是咱们现实中有探电雷达，就是穿墙的探电雷达，有吧？穿墙雷达，对不对？那穿墙雷达那个是地球物理的，就是电磁的、磁的或者电的、电磁的，这种探测手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一种地球物理的探测手段，也是遥远的感知，好吧？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超声探伤啊？那个核磁共振的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感知上，那么这种东西统称都应该是遥感，这么说吧，那超声的，超声的这和咱们说 B 超不是，对不对？超是不是 ？B 超也是震的，就直线波的。核磁共振 X 线，还有影响这个 X 线作用的近射线，对吧？对吧？投射，这都是。那么。这种遥感呢，有成像的、不成像的，这都是遥感的手段。那么在我们这里，通常遥感设计的一个是成像遥感，是比较窄义的，就是就一定要成像的才算遥感，不成像的就不是。所以遥感我们最根本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成像或者图像。成像。那么上次我们就说了像的概念。所以说这个咱们已经说过了，像是成像的，遥感是代表成像，成像不一定是遥感的。那不管怎么样吧，遥感都跟这个像有关，我们这是做讲义的。那么到了这以后，那么遥感本身必然跟这个空间特性、和强度特性有关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必定一个强度在空间上的分布，在那里讲，对吧？是形成了一种图形图案，对不对？然后来它怎么样？
啊，肯定有。我跟你讲过，这个我记得很清楚，对吧？我都跟家庭讲，那么肯定这个这是跟 X 有关的嘛，对吧？那我们家肯定要跟 delta X 也是有关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是为大小，我就是，对不对？有了大小或者尺寸的概念，是吧？然后我们还在这光谱里头衍生出来一些概念，波速啊、频率的这些东西。波速，哎，我上次跟你们说的波速，还有频率互相转换的那些，你们去做了没？做了，现在应该清楚。波速条因为经常被人给蒙的。还有第三种，就是有三种，还有就是这个。
在是做完心理考验，第一个自己观察心，这是国际标准，这个第一个途径。现在同行的是 WJCS 观察心。那么可以看到，我们国家的黄海观察心和它之间是有区别的，大概半径不一样，但第一的高度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所谓的珠穆朗玛峰是多高，那肯定是跟高山性有关，没有地面上的上去，对吧？XYZ 坐标就是地图的这个 XYZ 坐标，它我们叫天体坐标，那么是绝对坐标。我一个原点，一个坐标是，一个坐标方向就可以定义 XYZ 了，对吧？那么怎么来定义大地坐标的？通常在原点，地球在这儿，地球这是赤道，对吧？这是南北极。然后呢，地球呢还有个黄道面，黄道面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黄石交角其实就是地线的倾斜角，那倾斜的角度就地球的倾斜，实际上真正的平面在这黄道，对吧？所以说地球的坐标，那黄道和地球的黄石之交点就是丘分点，这个能知道吧？丘分点还有两分两次两次，这个你们都知道吧？要不知道的话真的打偏了，对吧？要不然这24节气白学了。这24节气就是完全跟这两分两次来的，中国很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中国的古代的历法，是很先进的，是阴阳合历，对不对？全世界的咱们现在是公历是太阳历，咱们的
高的角度，对啊，就是下肢的时候的影子最短，影子的时候影子最长，然后它白天太阳一样的时候就有两分，就是这么定出来的。所以说中国古代的那个就是观象台也有一个就是观影子的地方，日中的时候的影子的长度啊，两分两次中光是非常精确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黄色焦点就是充分点，这个充分点就是它的X方向，它的
七块半，每天指标，这个理解吧，七块半至少对吧？七块指标，然后在这中间，比如说从零到六就是相当于中心，然后六到十二就是整个九度将近九度的中心，它六到九度不是现在的西瓜瓣吗？然后这个西瓜瓣呢？这两种指标，经纬指标、月天指标是最常用的两种指标，因为这个是距离，所以说通常我们就是方里欧，就是一格就是一公里或者多少米的方里欧。经纬度同一的就是经纬欧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这是地球上。你们如果有机会，现在就给你们个作业，回去找一张地图，最好是地形图。在图上，应该所有的标准图上，就是我们国家的标准的地图上，都会有两种，一个是方里欧，一个是经纬欧，这是差不多。哪个是经纬欧，哪个方里欧，这是有什么区别？根据经纬网可以不经纬度，根据方里网可以不距离。方里欧，方里欧。现在就要距离的概念，方里欧。你们因为要做遥感高度遥感，那么图和地图这是必须要学会的基本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我给你们讲一讲。你们很多同学都没有，没有同学，但是有。好了，那么对投影来说呢，有很多投影参数，对吧？比如说那个经纬网就不需要任何参数，对，经纬网是不需要什么参数。月天坐标就要一个参数，它是地址带，对吧？地址带就要一个参数，然后它还会有一些坐标偏移啊等参数。然后呢，在安纬这个里头有各种投影的离，就打开你们打开这个文件叫 Map Project 月天之间的文件。它定义了各种投影的类型和它的名称，比如说投影类型是一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什么？一就是经纬网，所以它可以定义；二就是UTM坐标，UTM所以它可以定义的，因为这个国际通用。那么三呢，就是恒久恒久的，恒久恒久的。那么和它对应的是什么？就是这地球在这儿，我有一个恒久的坐标，恒久的那个横的横过来的一个。柱子去画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往这个柱子上面走，这个呢，就是把地球投射到这个中轴里，直接摸到的就是中轴，就是那个柱子的这个。那么这种定义呢，最终这个投影的定义会有三个特征，对，这有圆锥投影、实时圆锥投影、有蓝光投影、圆锥投影。圆锥投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地球所以说我们国家的那个全国地图，你们回头看一下，是不是它那个经纬度就是这样子的，回去看一下，这就是圆锥投影，这是我们国家标准的，就是我们国家的全国地图就是圆锥投影。那圆锥投影呢，就会有两几个参数，这些就是它可以这个圆锥可以隔着地球，对吧？也可以牵着地球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离开地球，也可以投影，对吧？一般是隔地球。在这个
差一个东西，还差一个东西，就是差了什么？刀光斧的话，有人说了刀光斧，还有什么 ？X Y Lambda I 这种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没讲到？就是非洲洲。所以说，用图类表示的话，就应该是这样子的。这个 I 是等于 lambda x t 的函数，就是时间、空间和光谱的函数，对不对？只不过是在我们通常情况下，对时间认为是某个时刻的状态，就把它约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的光谱图像以后，我们高光谱数据现在看不到图像，就光谱数据必然是空间、时间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来定义我们各种的
这样的话呢，就这就不不就不要跟目标本身的方向有关。光谱的表达就是目标的光谱位置的相关，光谱之间的位置相关，这是我们的第一。比如说，上次给你们看过一个，方程式的那个图，有印象没有？这是在二点三四，那这个二点三四位置呢，我们计算的时候，就是光谱点，不然的话就是光谱。所以我这个变化可以通过这个曲线来计算。现在为止啊，什么是光谱？现在理解了吧？光谱有个核心条件就是量大不变标准，这是我光谱的必须的。那么在这样条件，光谱和多光谱才是才是个区别的问题，它是很真的那个差别。你说多光谱是区别不了量大不变标准的，这个上次跟你们说过，对吧？对不对？那多光谱就像是讲不出这个量大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的，就是你。那普遥感就是说白了就是量大那个变标准。这叫普遥感。比如说能够对位置进行表征的这种遥感叫普遥感。那目前为止只有光谱就有这个特点，所以世界上目前为止的普遥感就只有普遥感这一种。强度量呢，就是就强度要感，是针对这个强度作用，是没法说的量的作用。我们平时看到的什么 X 线也是都是也就是强度量，主要是针对图像，不针对像，针对像，针对像。那普遥感是针对，不是量的，好吧？这个是个 I， 那么目前为止，在普遥感这种定义下呢，只有光谱是普遥感，就普遥感是，所以也是唯一的。因为我们涉及到遥感一定会成像，如果说只是分析，那就过了，它跟光谱都是，对吧？那是叫成像，所以说就是普遥感，光谱。只要光谱遥感了，那就叫光谱遥感，明白了吗？不然的话，光谱遥感和多光谱遥感是没有区别的。我们以后会说到，它们两个之间，除了从原理、从图像，包括技术、数学手段，都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化学概念来讲，不是一模一样，就一模一样，是吧？那个这样定义，我们的光谱遥感其实有专门的科学知识，啊，核心的就是好了。
在空间与灵魂联想，这些词一个都不能少。利用光谱传感器获取第五目标的一定光谱范围的光谱数据，形成光谱的图像，运用来反映目标范围的数据信息，加入运用过程。那这个过程，如果是技术内容，我们要求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光谱位置的反应，是光谱要很低。前面讲了各种各样的概念，对吧？光谱要把测出来的通过概念引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知识，这个已经讲完了。现在我们来讲光谱要描述。我第一已经说了吗？第一已经说完了。那么有几个，这就是说光谱要跟大家讲过之后，我们说呈现光谱，光谱成像，这就是一个概念。那么从我这个课来说，我个人认为光谱要跟光谱之前是，可能还不是个学其实前提，但它是我们在这里定义的光谱也是个前提，对吧？总概念以后，光谱现在其实高光谱和光谱要跟什么一样？也知道我第一堂课的概念要考过，对吧？记住了吧？光谱是个形容词，只是一个代表，我们要跟才是个名词，对吧？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。光谱要跟是定义到了一个过程，光谱定义到了一个特征跟特点，对不对？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啊。那么本质上还有就是呈现光谱和光谱成像这些概念啊。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给你们说的另外一个概念，就是指标感和光谱，对不对？光谱要感其实是最好的定义人的指标感，呈现光谱是完全体现的。刚刚第一说完了，就可以来讲刚刚我们要看的要说了，对吧？那你想想刚刚我们要看哪些要说的，要说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对这个要说一个一个往下讲，那些要说
们在变速，我这个小就是做这个自己的销量，就专门做这个销量。所以说我们这个主要做这个做这个东西，我们跟这个光之手这个光之手有联系，和资本可能有联系，专管这样，好吧？就是咱们怎么在我们自己的学校，就是我们的技术，我们这个小组，我和小孩帮助这一小组，其实就是要把这两者之间的销量给建立起来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。然后你们咱们光之课的同学做上面的事，资本课的同学做下面的事，应该是说干中间的事。我们来把你们牵起来，好吗？现在辐射。没错吧？侧面传感器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一个层次？那底下呢？它底下的是属性，它的信息。这上面呢是数据，对不对？从这到这。形象。
原则和人在这里头就引出来了啊，也说出来了我们的那个中国学科，中国学科这个大家都清楚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讲，要说这叫做高光谱要的第一个表示。那么 P 是 P 是目标特性，特性是目标特性，特性是目标特性。那这个上面的图是一致的，就是我的图像其实是目标和环境的响应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说过了，高光要的是这个，这是有可能是对吧？这两个之间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G E Lambda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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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 C E 都可以作为特征，对吧？特征，所以说都可以作为特征。
在于它能够把这个规律的变化数据的方式做到什么，是吧？还是真的没得说。那么通过它来设置还是要知道这个不是真的，但是这个还真的是要怎么要不要，这方面要敢在考或者说在分析鉴定的时候也是非常有效的。所以说呢，我在前面举例头我给你们说一下，包括要看到本质运动和本质的我说我工作三个。首先他包括要跟我们说了，在课上在定义的时候他会能够把这个量化给表达出来，是吧？量化就是资本化，是吧？是资本主义，所以说它具有确定的并且识别的。目前为止包括要跟这个依据有识别的，它能够自由分类，包括要的是唯一的有要做实地验证，就是你包括就是确定它是不是。我们可以看到我拿到包括就是这是风险性，对吧？没有影响吧？可以说这些东西。我拿到图，我在那个我们来图上点一下，这地方是大家有，那地方是什么？是不是？是因为我要包括的资金验证，包括的特征，然后呢，主要的特征就是分发的持有单位这个有什么东西，理解吧？这个就是。那么后面我会布置的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根据新疆的一个实例，就可以通过一块石头的光谱，我通过石头，就是我是这么做的，我采了一块石头，分析了个光谱，然后我根据光谱我说我这里的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，什么东西没有，什么东西有，这两种东西的，而且主要是这种东西，可以做这个鉴定，完全根据光谱来。然后我再把这个石头拿去化验，然后把化验的结果呢拿回来对比。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这就是光谱鉴定，这就是光谱光谱有在努力，它工作有两个在之间，我不知道它有什么东西。同时，我知道了这识别了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把这个整个讯号的讯号都识别出来了以后，我再来说这个讯号之间的差异，这就是光谱要的